Hi, hi everybody. 好久不见，好久越来越酷了。怎么样？还可以。你也瘦了。啊。你们是怎么搞的？是怎么伙食不好吗？崔少鹏壮了一点是吧？啊，我有点反复，最近又瘦了一点。薛恩也瘦了。瘦了一点。你们是被折磨了还是怎么的？这一。你不知道我每天过得。没有，开玩笑。虐待你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事，被绑架就眨眨眼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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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来，直接开始一下你们的表演吧。放伴奏。嗯。对对对，放伴奏。我这组很有自信，一上来就放伴奏。你红战吗？那些噪音你听不懂，感觉都像那肌肉紧绷的 every move， 只够到灵魂被你自己搅动。温暖的空气就有力，在悄无声息渗入肌肤的范畴。有人还做动作啊？有。谁呢？看我转动的眼睛，到底是谁呢？文轩，刚刚在这个舞蹈里面看出了你的热情，就这样就对了。怎么了？你有什么想说的？就是。夸奖算不上，只要别骂就行了。可以，这个状态是对的，就保持这个状态，保持这个状态，你也不得了以后，好吧？谢谢老师。嗯，昨夜不一样了，不一样了。但是昨夜你的成长呢？我觉得可能现在你需要找一个自己的范儿，就是你现在有东西了，但是这个东西呢不是你的，是大众很流行的。能懂这个意思吗？要找到你自己的东西，是怪一点，还是正常一点，还是偏一点？这个东西自己去掌握这个度吧，去找吧。我有一个问题，接完 dance break， 然后有一个特别长的一个特别快的一个 rap 的那个位置，我想问那儿怎么去表现自己？你可以这个地方不用跳，其实真的得跳。为什么呀？因为那段完全没有歌词，就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只有舞蹈。那你把那一段放一下，再给娃娃老师看一下。娃娃老师这里有词，对你再 rap 一下给娃娃老师。啊，天天干事，不停轰炸那些噪音 ，late ball， 感觉都是那几种进步就 every more， 时空的灵魂被你肆意的搅动，混沌的空气中有力就悄无声息渗入肌肤的沸腾。都是给电流飞空电流，我真的刹住你痕迹。来，等一下。哎，那是不快了，我就唱。你的节奏是不对的，就是不稳的，就是你太用力了，每一个字。你试着就是放松一点去试试看呢。你再唱一遍，放松一点，就不要那么用力的，非要去抠那个字。嗯，像你平常说话的声音，对。啊。嗯，对。这个感觉，不停轰炸那些噪音 ，let go。对，大声一点。啊。天天干事，不停轰炸那些噪音 ，let it blow， 感觉都是那几种进步就 every more， 辛苦的灵魂被你肆意的搅动，混沌的空气中有力就悄无声息渗入肌肤的沸腾。对，就是这样好多。就是我觉得 rap 有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你至少啊，我说我们可以不用100%听懂歌词的情况下面，你至少让我听懂，对，大概讲的是个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吗？这其实挺重要的。你从第一句开始，你是再说一下。天天干事。不，这是每个人发音的问题。对，我是觉得你咬，刚才你使劲咬的话，你会不停轰炸摸，就是有点很累。你可以放松，就再放松。对，不停轰炸摸，什么那 let it blow 这种。啊，继续干事，不停轰炸那些噪音 let it blow。他们唱歌的咬字是有就问题的，对，但是这已经是他们的习惯了。如果说你。就是真的是他们发音，就是他们好多人唱歌其实发音都是有问题的，就是唱歌歌词都听不清楚。但是如果你真的就是你已经习惯了那种发音的位置的话，那你就要去找你的腔调，就是让大家觉得很帅很 swag 那种感觉，你就可以说大家不用听清你的歌词，哇觉得我蛮酷的哦这种。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就是不要全部用劲的去唱，会比你用劲的时候好多了。天天干事，不停轰炸那些噪音啊 let it blow。这个节奏啊，天天干事，不停轰炸那些噪音 ，let it blow。哎，不对，又错了。不停轰炸那些噪音啊 ，let it blow。啊，天天干事，不停轰炸那些。
哎呀，我有点就是有一个不同调，对，就是对，就是步子在反拍，其实不累。刚刚妈老师唱的步子在反拍，不同调，不同调，轰炸是 lay back 是吧？对。啊，听这感觉，不停轰炸那些噪音 lay back。差不多是这个，但是你不能不停轰炸。夸张来说的话是这样的。嗯，对，但是就差不多，但是你。我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就是改，应该能改过。对，那这样会你会轻松一点。啊，就是改就是不停轰炸那些噪音 ，let it flow。是的。对，那个薛恩的有一段不是他的特别轻吗？那个不要打破沉默那段怎么唱来着？第二段的主的那边。哦。Take whatever。什么 key？ 不要打破沉默，对着别想控制我。啊。这个你试着用，就是气多更多一点，气声更放松一点去唱，对，就会有一个这整首歌的一个变化，因为他们全部都是 rap， 很多 rap 就是很冲的那种，你可以低下来，嗯，就可能会更好一点。好，谢老师。好，左琳姐有什么问题要问？因为我们节目已经播了，然后他会受到大家的议论，就是其实我也有时候也不小心看到网上那些评论了，那我想应该怎么办呢？别看。不看了。嗯，没必要看啊，那就不看了。我跟你说，就是哇哦老师这句话说的特别对，就是我被别人抽一大嘴巴子，这是疼的，你知道吗？你那个人一直在这里挥手的时候，我干嘛要往前面凑啊？你懂我什么意思吗？你不往前面凑，就嘴巴就抽不到我身上了，是不是最好的最好的回答？哇哦老师，别人一直在这里抽，然后我一直往前面靠，那不一直被挨嘴巴？挨完嘴巴以后过来，没事没事没事，然后继续往里凑。有必要吗？所以你觉得哇哇老师这句话说的太对了，就是不应该看，你知道吗？你们手机不都收了吗？你们到哪里去看的网上？就是因为有些情况下，他会根本会统一往那个大嘴巴。有点道理。对对对，就不用看了，不用看了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多东西顺其自然，然后好奇了解一下，好奇了解一下，点到为止，叫做，知道吗？点到为止，而且我觉得就是不管你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就是你是 Michael Jackson， 也有人说，啊、也有人骂你一样的。除非有一天，哎，你们搞一个那种铁面带在这里，这边要抽的时候，这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没事，对 ，OK， 好，你说吧。就是这首歌它跳得多，但是唱的它也是挺费气的。开始那段还好，就是后面我是结束那段 rap， 就跳完之后就感觉就想喘出就。断会很正常啊，就会断。你们大家看我连的那首 music video 吗？就是唱现场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完的第一段跳完以后，哎呦我的天，第二句话真的是喘不过气来，我也是喘不过气，我就丢掉，我会丢掉不唱。你懂我什么意思吗？就比方说，你觉得后面到后面气到不了，后面前面丢两个字是 OK 的，你在唱的是 live， 丢两个字为什么不行？但你不能把整句都丢掉，那就有点不好搞了，对吧？如果是带着耳麦的话不行，耳麦的话丢不了，不能丢。如果耳麦你们还有 backing vocal 的话，你除非把这个你为了告诉观众你说我没有唱，可以把它先拿下来，让 backing vocal 唱完了再拿上来，告诉别人说我现在我唱。以前我就吃过这样的亏，被别人说假唱，就这样。但是是对的，是对的，就是你要告诉别人，你因为别人不懂，大众不知道什么叫 backing vocal， 他只知道你唱没唱 live， 所以像你们带着这种麦的情况下面，如果是带着耳返的时候，先拉出来告诉你我没唱，我再拉回来告诉你我开始唱了，加油！好，谢老师，谢老师。